有什么重要的意义？我先说我是二年级，然后他们都是一年级，然后我们都是很喜欢跳舞的女生，然后从国中开始会自己找时间练舞，然后到现在，其实我们一开始都是互相不认识，然后就因为明道之喜，然后各自找各自，然后就组成这样子的一个 team。然后虽然一开始都不认识，但是从一起编舞、排舞、练舞，然后经过很多练习，然后到现在，就是有点舍不得，因为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站在舞台上。谢谢大家。那我们现在已经七个，但其实你们只剩六个。然后就是，其实少了那个人是我们队长吴尚文，然后他因为教育旅行，然后去了北京。他其实他不在我这个鬼队长有点彷徨，对，然后还好他在北京还是会给我们，就不断给我们的支持还有鼓励，然后还给我们指导，这样就是很谢谢他。尚文我爱你，尚文我爱你。好，我们再一次以热烈掌声谢谢他们。